好，第一关卡来，遇到七跟七的倍数。好，综艺节目。哇，好，绿茶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小明星大哥班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。终于到热门。十三，终于到热门。十四，十五，你要十五。哇，这好紧张哦。好紧张。好紧张哦。终于有一个。池内，开始。从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七个倍数，你就要讲出一个综艺节目。对啊，好，好，韵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野人七号部落，哇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综艺大热门，出十六，哈，新一单大主出，十八、十九。综艺玩很大，我们录音做十九。综艺玩很大，我们录音做哎，二十而已。啊，我是二十一哦。我刚刚我说啊，我以为是二十一啊。重复了，刚刚那啊有上位，刚讲过了，那不能再讲了吗？对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今晚开战，八、九。十，等一下什么？今晚开战，他讲今晚开的战，对啊，今晚开战啊，你刚讲开的战，哎呦，你们又没有讲这样子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他刚刚说今晚开始战，我敢这样子啊，你怎么可以呛红队？我吓一跳，我怎么可以呛红队？刚刚看不懂。好 ，OK， 各位，现在倒过来。从倒着，哇，换一下，还是节目吗？我先啊，还是综艺节目。五、六、中文很大。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群星会、十五、十六、龙兄虎弟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连环炮、二三，我猜，二三。我猜，二四啦！我刚以为二四有哎，我刚有二四有哎，七的倍数啊，突然想到三的倍数了，哎，很可怕，很难哎。好，换一个，我也换一个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玉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那个 motel， 那个 motel。Motel 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讲，刚刚不是很多 Motel？ 如果陈汉点对的话，所以他就是对。好，恭喜第一枚淘汰温凡。啊！还是黑土成飞扬，然后把他的脸套住之后，用这个然后吹，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笑着就会牙齿都黑掉。对对，我憋，哎，你棒，憋气不太好。没有，你等一下再憋，你现在可以先不用憋。哇，全下。哇。什么？真辛苦。深呼吸。哎，小心。举枪。预备，攻击！攻击！哎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，好黑哦！看到没？好，各位，台湾景点不可以讲 motel， 好，从这边过去。七跟七的倍数不能讲。好，五、六、爱三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泰鲁格、十五、十六、一零一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一六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红毛城、二八、二六、红毛城、二八。是
情有二十八，二七二八就是一个坎。我很少按到这么后面。来来，去领，去领牌，去领牌。这个牌不好领呢，我可以自己选吗？领牌可以的，可以选号加两千。哎哎，那算了算了算了。会长。好，自己宣布。哦，什么？哦，二臭人头香。哦，这个真的很臭，臭高不行。麻烦每位来宾脚交一只你的袜子。啊！哎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袜子真的不会臭。好，每个人都好。我之前在别人节目出来脚很臭。我的真的很臭。当心。哦，我没有穿啊。哦。我要他！哇，你拿过来，这个熏过来，真的有哎！我闻到了，是不是？麻烦把那个二臭真空箱戴在头上，等下问一个。好，看到了，出现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大哥，大哥来叨扰。大哥还要做偶像哎？应该是酸酸的麦子酱的味道。大哥。哎，等一下，里面为什么有一些已经有工作人员？工作人员的才不行呐、啊！工作人员内裤哦，还有内裤，真假的啦、啊？哎，你们可以玩快一点的吗？哦，来了，好恶，我已经有闻到他的屁味，他帽子卡住了。这个不行哎！哇，这不行哎！因为这个真的很恶心。快点！什么？啊，那个，帮他叫我们快点！